首先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成因积坑的中心线画法。我们先量一下成因积坑的距离，大概在3米1左右，然后取中心点，在1米55左右。我们先画一个点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在成因积前面取一个中心点，也是3米1左右。在1米55处取一个点，取好点之后，我们用激光水平仪，然后去打一下它的中心线。接下来我们使用激光水平仪，经过之前画过的两点，确定一条直线，此直线为后面安装设备的中心线。这个激光水平仪使用方法，激光水平仪的开关在这个地方，拧到 on 的地方。然后 V 的话是打一条竖线，然后 H 的话是打一条水平线，在我们大幅度去调的时候可以调这个上面，小幅度调的时候用这个左右旋转来小幅度的来调这个中心线的位置。激光水平仪的这个竖直线然后与之前打过的这个点重合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激光水平仪的线与这个点也是重合了。